车辆行驶，请注意安全。下一站，深圳中心医院东门。要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房间，这是卫生间，一般般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接下来看我睡觉的地方，哦，原来有两张床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。接下来是阳台，后面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大海，来看看它多美丽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Nic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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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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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点个外卖去。Later. 点了一杯芒果汁，休息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去海边坐坐，吹吹海风。就这样一直坐到天黑。在这里买一些吃的回家吃饭。开饭喽！拜拜。